现场为深水埗黄竹街1J 号，今日上午大约8点，有街坊发现一名女童危站窗外的簷缝，当时她被卡在晾衫架之中，于是立即致电报案和上楼救人。由观众提供的图片可见，两名男子合力捉起女童并救回去安全位置。警方经调查之后，以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罪拘捕女童44岁姓李的妈妈，涉事女童之后被送往明爱医院检查。喂喂，睇完咪走住啊，记得 like 啦、subscribe 啦，同埋揿钟仔先，撑我哋撑真相啊嘛。